山文学之道。那在1999年的时候啊，因为我做了一个八卦山文学之旅的这个活动，那发现说八卦山这个山口呢，其实除了是旅游胜地之外，它有很多的历史记忆，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彰化文学作家的作品放在上面来做一个文学舞蹈。那我们就请了陈芳明、施玉林、杨翠、吴胜跟我，然后一起去规划这个文学步道。那这个文学步道呢，我们希望说能够树立一种人文典范，然后透过这个文学的景观去看看我们彰化的文学发展的状况。所以在上面我们就做了一个文学年表后面有12个诗碑。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现在唯利是图，已经忘掉了公理与正义。那彰化的文学它具备有批判性格跟抗议精神，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在这个地方树立一个文学的情境，那么让我们的下一辈子的人走过的文学步道就了解黄溪文学的精神。那黄溪文的精神最主要的带有一句话说，我生不幸为夫酒，永世当为义斗争。那我们知道黄溪就是一种为公理正义而奋斗的一种精神，所以黄溪文学精神就是我们彰化最珍贵的文化精神。所以每年在这个地方会办黄溪文学这个征文创作比赛，或者是颁给黄溪文学特别贡献奖所以这个步道以前是属于这个通往神社的路。那为什么要选择通往神社的路呢？我们让人家知道说日据时代日本人统治过我们，把我们看成一个殖民者，然后压迫了我们。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奈何在八卦山上写了一首诗叫做低气压的山头所以当我们上了八卦山之后，我们看来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日据时代八卦山上的一种气氛所以我们在文学步道里面，我们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山头里面透过文学的书写，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与人文。好 ，OK。